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校长，你也可以叫我做 Mr. John Chang。 咁我是大光德瑞书院的创校校长。大光德瑞书院是一家21世纪创办的创新型私立学校。我哋学校提供三个不同的课程，包括 IGCSE、 A Level 和 IBDP。 学校除了提供不同类型的国际课程之外，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语言学习，所以我们学校是除了以英语教授课程之外，学生由七年班开始也都会学习西班牙文和法文的。除此之外，学校也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。我们学校的 CTR 的 program、 SEL 的 program 都是希望让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技巧，跟不同的人进行沟通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学校也都非常积极培养学生21世纪的技能，例如我们有 STEM 的课程培养学生不同的 ICT 的技能这样。除此之外，最后一件事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学校非常重视建立学生的 entrepreneurial 的精神。这一个企业家的精神，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突破自己，走出 comfort zone， 去发展一些不同的事情。亦都更重要咧，就係通過呢一個課程咧，或者通過呢個教育咧，去建立一個團隊嘅精神。除咗以上嘅學校特點之外咧，其實學校亦都非常之重視培養學生嘅創意啦。咁我哋培養學生嘅創意咧，通過表演藝術啦，例如 drama 堂啦，我哋亦都非常重視培養學生嘅創意嘅能力啦。所以我哋亦都課程裏邊咧，亦都有除咗有音樂堂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有舞蹈堂啦，同埋戲劇表演堂等等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